OK， 你看啊，这个如果你要直接，这边直接折下来，那这边你看啊，这边你要提起来，啊，提起来，你一提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推上去，它就出现这个。如果你不要这样了，你就回去，好，那就出现这个，这两种都可以了，啊，两种，你选一个，选一个，啊，这个需要一点。好像你觉得那个很辛苦是吗？你就用这个啦。你看，啊，这个它就对哦。啊，如果你要的，你当然也可以做，也可以的，哦，两个都可以哦。可是这个啊，你不管用哪一个都好吧，你走的时候啊，你这边你一定要提起来。哦，如果你没有提起来呀、啊，它会出现什么？一个浪嘛，啊，如果你就说你到最后啊，对啊，没有提上，你直接追啊，OK 了，这个没有。啊，不过很多时候啊，你处理不好的话，它就出现一个这种的情况啊，哦，所以最好呢是稍微到这边的稍微那个笔啊提一下，然后再推过去，它就不会出现一个啊，这种呢？哦，这个是收的。回收你向左伸出去就可以。这个是一个，因为，哦，这个它是这样，这是一个，哦，这你走的时候，还是我们叫微风啊。微风，哦，啊，我只是另外一个事情，哦，就是这边上去的吧，可以可以，哦，两种都可以，当然你要，当另外一个就是这样，那直接提起来，也有的，可以，也有，好像你写一个签，一个签，你没有这样的啊，签你的签啊。来骗，啊对，啊，所以他会需要这个的，啊，千里的千，知道的，如果要回可以吗？不要。这个字很少回的，回了就不习惯了。他在老师说，这个你回来，你提，然后这样出现这个 sharp point is not good。Good, it's okay. It's okay, is it? We don't want this one. Not too much, lah. We don't want this. We want this stuff.哦，这个，啊，你问你，对，这个应该怎么写？啊，哦，这个它是这样，这边你看它的点一样的，它突然这边围下去，这些可以圆的了，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圆。它是圆，当然你要折也可以，哦，因为它楷书没有问题。重要的是这个你记得我们以前讲，以前我们讲隶书的时候，我们讲隶书的时候啊，我们讲说，我们讲隶书还记得吗？忘记了。OK， 我们讲隶书的时候啊，我们讲。记得吗？我们说隶书这边走回来是吗？楷书就不需要，楷书这种情况呢，它一，你看它这边走了，它回来，它立刻就下来，这样，哦，隶书它还说这边走来走一个再回来，记得吗？那楷书它直接就下来，它没有这个。为它没有这个平行的那个形状，看它这边，它一上去追它，它立刻就推下去了，它没有说走一个，啊，这个是，还有什么？应该是
折，这点也是要回的。啊，这个对，这个点是这样。哦，它有几种，一种是这样，看不到，一种是，一种是这样，一种是这样，都可以的。还有几种啊？这个好像 ，OK， 现在我们讲 ，OK， 现在我把那个永字八法，发给你看，这个永字八法这样。这个一点，那所有的笔画都在这边，这个，所有的我们应该念这个，我们应该念这个字，没有这个，这个其实你们都学过的了。只是说这个你学完了的概括，我以前学楷书的就是从这边开始，就写的是一种一笔笔，没有那个训练啊，所以呢，那需要从这边开始。是这个点可以几种自由选择？对对对，不过你看他这种啊，他有几种，所以你就跟他，之后你，不过说好像这个心来讲，他通常都是这样。这个心啊，它是像这边，它像这边啊，哦，所以你可以跟，因为这个心，你这样写不好嘛，没有人这样的，就没有说上面这个没有的，所以心只有这样，而且它方法是啊，多数都是这样，那、啊、这个点就是。还有几种的那个，好，不放，可以吗？好像这个度啊，度来讲，它上面就是这样。这个度，好像一个短竖这样，好。那是这种的，是不是？